我们来剪彩，剪彩最重要的仪式到了哈。然后同时我们要邀请我们另外一位贵宾，也算是 Angela 的另外一位家长，就是美妙音乐的总裁蜜拉姐。哇，今天也特别出席，谢谢蜜拉姐。哇，蜜拉姐是一路看着你长大的呀。对对对，谢谢蜜拉姐今天特别来。是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发一下剪刀。好，在我们所有粉丝朋友还有各位贵宾的见证之下，张韶涵跨出人生另外一步，就是当了店家啊，变成了总裁 CEO。 然后呢，现在不只是网络买得到，全球买得到，台北还看得到摸得到真材实料啊。来，我们准备咯。好，哎，少一把，哎呀，有没有少一把剪刀？好，你用咬的好了。啊，还有，来来来，好，别急别急，有了，都够。好，来，一心要我们往这边移一点，好不好？各位来往我这边移动一点点，谢谢啊，不然真的拍到 LZ 了。来，过来一点，再过来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样可以吗，大哥？好，可以哈。来，好，我们先做个样子哦，准备喽。好，3秒钟之后，我们正式的告诉全世界所有喜欢鞋子的朋友，还有 Angela 的粉丝 ，Temptation 正式开幕。3、2、1，请剪彩！耶 ！Grand Opening，Temptation in Taipei，Thank you！ 来，大家合影一下，谢谢，拿着彩球，谢谢。好，待会往后抛哈，顺便玩抛绣球的游戏。来，准备拍照，拍照。剪刀帮我们收一下。在今天我们感谢现场的许多朋友啊，包括我们这个美妙音乐的大家长，还有我们 Angela 当年比赛的贵人田妞姐，还有我们同门的好姐妹啊安心雅，以及时尚圈的好朋友老朋友杨欣、关颖，还有在创作上、旅行上、生活上最好的朋友清风啊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谢谢各位。哇，你看这几个人加起来，哇，这个成本多高，你看看，今天全部义务支持，但是终身可以在店里面啊予取予求啊，任你挑，拿到宝。来，请看前方，真的太感动了。当然我们真的是被张韶涵感动，因为她真的是日以继夜在经营她的事业啊，不管是音乐或是鞋子。我现在讲小声是因为警察已经来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差不多赶快草草结束吧。好，各位大哥可以了哈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谢谢我们联访，来 Angela 请留下哈，谢谢。我们其他艺人朋友往进场，待会我们也让所有的媒体朋友进去 Temptation 参观。好， Angela 请在原位，谢谢。好，辛苦辛苦。